example 20这一边它是 normal distribution，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 mean， 然后它的 variance 它没有给我，告诉我 probability of x 大过51是等于0.288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的 probability of x 大过51等于0.2888。So 我的 probability of z 大过51减45除以 sigma 会是等于0.2888。OK，这样因为我在这一边我把它standardize，就我用 z 等于 x 减 mean 除以 sigma，然后我自己知道 from table，OK，你看大小。大过的符号小过0.5，所以它是 positive 的。Probability of z 大过等于0.2888。So 现在我要找出这一个 value 出来，然后我知道的是0.2888。So 我就需要那个它的 table，OK，它的这一个 table，然后在这个 table 里面呢，我们去找0.2888，OK，0.2888。0.28，0.287，OK，2888应该是这一个，因为它是要用减的，所以我要拿大的地方，OK，然后88的话呢，我要减掉24，OK，我要减到24这一边，OK，所以2912减掉24，它就会变成2888，所以它是0.557，所以在这一边我拿到的是0.557，所以在这一边0.557，你看到0.557，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你能够做的事情是，你这一个跟这一个对比，OK，所以我的写法跟课本的写法不一样，我在这种题型的时候，我有自己的一套的写法。然后我喜欢这样的一种写法，就是说，他给我这个 probability x 大过51，我把它变成 probability z 大过这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从 table 我拿到 probability z 大过0.557等于这个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一样，这一些全部都一样，所以这两个会是一样，所以51减45是6，所以我的这一边呢，我就有6 per sigma 会是等于0.557。所以我把这个乘上去，这个除下来，所以我有六除0.557会是等于我的 sigma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六除0.557，我拿到的会是等于10.77，所以我的 sigma 是10.77，所以我的 sigma 等于10.77，好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在这一边呢。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答案了，在这一边了。OK，好。然后接着在这一题，他说它是 normal distribution，它有 mean 和 variance，所以我们的这一个12是我的 variance，就是说我的 sigma square 等于12，所以我的 sigma 等于 square root 12，所以我们的 square root 12，我拿到的是3.464。3.46之1，我或者是它留住 square root 12啦，OK，好，它告诉我 probability for x 大过32等于0.8438，所以我知道 probability for z 大过32减谬除 square root 12等于0.8438。So 在这一边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，我 standardize 咯，就是说我的 z 会是等于我的 x 减 mean 除以 sigma 啦，standardize 啦。所以我从这边来这边 standardize，然后我接着 from table 我拿到 probability for z 大过等于0.8438。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这一个是大过的符号。然后大过0.5，
这个号码大过0.5，所以这个符合我讲的大大小小 negative，所以我这一边的这个 value 呢会是 negative，我这一边的这个 value 会是 negative，OK，so 我拿这个0.8438，我拿1减0.8438，我拿到的是0.1562。0.1562，我在我的这个 table 这一边，我找那个0.1562，0.1562，哦，直接有，所以是1.01，所以是1.01，然后所以这边是 negative 1.01，这样，OK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它有这个它的写法，我们不要理它的写法。我们跟我的写法，就是说，我从这边我拿到是这个，我自己从 table 拿到的是这一个，所以这个时候我比较这一边跟这一边，OK，所以我就由那个什么32减6除以 square root 12等于 negative 1.01，所以我接着我把这个乘上去。然后我再把它就会变成32减6等于 negative 1.01乘 square root 12，然后我再把我的这个 mu 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就由32加1.01乘以 square root 12会是等于我的 mu，所以我的 mu 是直接32加这一个，所以我们这一边有32加1.01乘 square root 12，OK，我拿到的是35.4987，OK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35哦，OK，一样嘛，它进位，它在这一边就进位，所以它就变成50，所以是35.50，就是这个是答案了，我在做这种类型的题目，我喜欢把自己的换成 standard normal 的了，然后再从 table 找出来，再去对比，然后这边的这个也是换成 standard 的了，然后 table 的了，再来对比，然后就可以拿到答案了。